姐姐的镜头。选。你打人很大力耶。一直不耐烦是吗？要看电视是不是？看这两个红红，蚊子叮的，一定是你顽皮蚊子才叮你。不是啊。我们就要去探险跟打油，然后他现在在顺便买个鸡蛋壳，那我就在车上照顾我的妹妹，再过来就陪她，家里没有人看她嘛，然后我要去拿货，我不会下车，所以妈妈就带我跟她一起出来。回来了过后，就是一定要消毒，所以就要洗手液来消毒呀。就是想买 Tea Life， 结果还没有开，然后就因为都喝了，所以就买了个优格来喝。
叫吧。干净头发都变得很容易出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洗澡啦。